家人们，我被网络男神诋毁了。这是一把传奇战神局，本来想录引流素材的，没想到撞粉丝了。第一局因网忘开录屏了，没录上，大概就是我开局四杀，然后这个叫很猛很稀的网络男神就发话了啊，你四杀也就抢我两个残血，然后就对我一顿骂，那我也是。演吗？你还不是在乎？